白富美来了，白富美又要好白富。宝贝，那总是能令人眼前一亮的，还行还行，对对对，主要是喜欢团货嘛，就是像梅老师讲的，买的那个过程最开心，最兴奋，比卖还兴奋，对，就找到好宝贝，寻宝的过程，对，是很有成就感，对对对对，是这样。哦哇，好了，你自己来介绍，来介绍一下啊。首先这个宝贝是我淘来的哈，这个是1950年的，嗯，这个 Royal Blue 的这个缅甸无烧皇家蓝，非常漂亮。嗯，是我上面写的，我记得 GRE 上面写是3点，好像是3.74，但是保守一点，就说3.5卡拉好了，3.5卡拉，然后钻石也很多，反正总之就是一个老东西，好东西。目前为止，我就这么一个缅甸无烧。缅甸无烧这个叫什么皇家蓝，而且呢我最近也在网上看，反正现在这个东西很贵的，3.5缅甸无烧皇家蓝，他们那个所谓的什么小红书啊什么直播间都说了，这收藏级的没办法报价，叫一款一价啊，一款一价，对，就没办法，是的是的是的，还很重，16.2克，哎，非常漂亮。就其实有时候这个好宝贝真的不用太多的去介绍，因为他自己就告诉你他的魅力所在了。那梅老师爱不释手，走开又看，就是好看，我自己也好看，他在自然光下面都展现出那种，哎呀，那种，因为这个蓝是这样，它不仅是 Royal Blue， 它还特别艳，在自然光下，下次可以给你们看看视频，我在自然光下面拍的那个视频更好看，特别特别的蓝，特别的就是那种火彩般的湛蓝。那现在你是13800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我给的价绝对低于市场价，大家自己去搜一搜，现在缅甸无烧这个价格绝对是20-30万人民币以上的，这个价格非常低，没有任何的优惠空间啊。其实这个卖不卖没关系的，因为现在蓝宝石长成这样，我手上有20-30颗蓝宝石，只有这一颗是缅甸无烧，对，这种蓝，这个级别，要不是1950年的，现在很难淘的。嗯，对。啊，这个就是看有没有结缘，没关系的，对对对。然后这个来，好，你这个我要讲个故事了啊。这个呢是在古董展上淘来的，当时呢卖家跟我讲，他说我可以 guarantee 你这是 Lawless， 但是呢因为太老了，没有什么发票收据了。那我得，而且卖家讲了，如果不是 Lawless， 你可以退给我。我昨天特地去了纽约 Lawless 总部，人家把这个拿走以后，在那个他的那个电脑里搜索了1个多小时，然后那个小姐就出来跟我讲。他说吴小姐，我帮你这个搜了1个小时，一直搜到了1960年之前，我 guarantee 你这个表是 Lawless 无疑，但是这个表的生产日期应该是在1950年到1960年之间的，所以表确定无疑，但是这个外壳我们真的找不到相同款式的，所以他说你要么就是去瑞士总部查，要么你就到博物馆，那 Lawless 博物馆去查查，反正我们到1960年之前的之后的我没有查到了，所以呢就是说表是 Lawless， 但是这个款式在他的系统里面已经找不到这个外壳了。这就是当时他跟我讲的结果，是很有故事性，就是1950到1960年间的18K金的 Lawless 表。哎，那个okay， 所有的介绍在这啊。多少克？89.9克，18K金的。就是说，首先我们先说材料，对吧？那就是真金白银的。第二个就是。Lawless 总部已经认可没有问题，你们可以随时再送到 Lawless 再去任何一家三元店去验，因为人家验出来就是 Lawless， 但是这个外壳他说他查不到，但是他告诉我这个表是1950到1960的。另外一个我可以告诉大家可以走，它是个机械表嘛，是可以走的啊，是可以走的。那么22000，对，我本来是市场价是这边写的25000多，22000，我给大家一个价格，因为我缺钱啊，我不然我也不拿出来，不过卖不卖也无所谓啊，18000结缘，对，看重量都很重，89克，对啊，90克重量，89.9克，这两个是手工，通通手工，非常震惊的，对对对，如果你喜欢劳力，就是爱表，对，爱古董表的人，对对对。哦、这个就是，还有一个，它比较长，它比较是7英尺的，像很多古董表，梅尔都知道6英尺、6.5，对吧？它是七的，这个、能带，而且可以走，不过就是小了一点，你要看时间有点困难，因为太小了。哦，这个都是一般都不会带看的了，就是当对，没有人会带着手上，没事收藏。对，这绝对是收藏级别的。收藏级别的，18000，对，18000结缘啊，对。
哇，这个我刚才看了，哎，之前我有一个对梅老师，他得说，哎，这不是我卖的那个，对对对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对对对，这是同样的款式，对，对款式特别像，就我这个呢重一点，我这是100克的。18K 一百克，哇！对，这个你看古董展上标价25000多，嗯、那现在多少？18000，一万八是结缘啊，因为我想把广州的货到了，我得付钱给梅老师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18000是不是？对，18000结缘，重量是100克，哇！啊，这个哦，这个不是18000，对不起，这个是、啊、这个我标的是这个，这个没有那么贵的，我讲的是劳力士18000，南洋珍珠100克。啊，这个是100克的、嗯，也是很重。哎，我的东西就是一个特点。8800，8800，现在给大家7900结缘。7900，对，嗯，100克啊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斤重而已啦。对啊，现在斤子已经2600多了嘛，嗯、对吧？斤重斤重。然后这10克南洋珠，它不是正圆，但是皮光非常的亮，嗯、非常好，特别。是的，而且很有金属质感。哎，秋天的时候戴在那个叫锁骨链，很漂亮，很秋天的感觉。7900，7900，对，其实就是金戒，就是金价。嗯、对啊，这南洋珠的啊，南洋珠现在也很贵啊，嗯、这么大的颗粒都是14到15米之间的，这一几寸都有很多钻石，后面怎么没有，前面都有钻石。嗯，很有质感。对，你还你也愿意也可以拆开来、嗯，可以拆多少条耳环呢？对 对, 对, 对，每一个都可以单独。嗯、你看有钻石嘛，你可以做个耳环呀、啊，耳环、手链，通通都可以，对吧？可以做成一套。你要愿意折重量感，很有分量。100克呢？100克。对啊，把7900真的是材料费了。啊，哇，这个哥伦比亚的有 GIA 证书，也非常漂亮，绿宝石3克拉，新型的。哇哦。这多少？有没有特价、嗯？对，这个给大家一些价格。我这个是多少钱？是3800，对不对？3800，对。我给3300结缘。3300，哇！给500块钱。其实真的很好，你买这个，哥伦比亚 GIA。对呀、啊，你买这个新型的不止。对，然后呢？首先，它这个这个 design 就有点那 Art Deco 时期的那文艺复兴的时期的，它确实也是1980到1990年间的，就是一个老东西啊。然后呢，这颗宝石是哥伦比亚的啊，包括 F2 啊。然后呢，这个 style 也非常清新好看。如果你买了很多的绿宝石戒指，可以考虑买一个这个。买一个项链，哎，多一点都没错，对对，因为我感觉这掉最少嘛，好，还有一个绿宝石，这个也很漂亮，啊，这是Art Deco，这是 PT 啊，对，这种setting 其实很有味道的，对，就是古色古香，不容易撞衫，这样好了讲了，对吧？就一般的 setting 大家都看过，都比较现代。我呢就喜欢这种，哎呀，就是特别不一样的，对对对 对, 对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这个给大家好价格，2800结缘。哇，相当不错。对，2800。这个是的，然后呢，你都可以配套的戴，你看戴起来是不是、嗯、对对配上旗袍，是不是很有味道啊？对对对对对啊，配什么都好，不一定说要配旗袍。对对对，那这个 setting 特别的好。对，很 special。嗯、漂亮。也很有重，对，那我这个也是重量级的，这一对珍珠耳环，这也是重，25.多18K 的电话，嗯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还有一条项链，还有一条是什么？哎，麻烦你发个截图看看是谁。哦，司令的包包卖了没有？司令的包包。没买，估计没买，还没，再减价了啊！对，没有人问，对对对，没有人问。OK OK， 好，800，一会800试一下。好，我在直播，晚点聊啊。好 ，OK， 继续，这个是一个，又是一个，就是。重量级的，哎，就后金的，哎、嗯，就是大家就当纯金了。然后这对珍珠啊，在强光下是发出粉光源的，粉色光源啊，阿皮亚珍珠，7.5米左右的。然后呢，这个18K 金25.多克、嗯、啊，也是超重的啦、嗯。
2800元，2800给大家优惠，真的很重，25克。对啊，就是纯金子啊。对，这些，这些都金价一涨，你们就直接就对对对对啊，太有质感了。就是沉甸甸的啊，戴在耳朵上就。你知道吧，一种身份的象征，因为它不轻啊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一看就是啊，主要是贵妇戴的，对吧？很有质感的。对对，嗯，好。哎呀，这个其实也很好。对，这个也是无烧的啊。这对无烧的，4.多卡拉的，是吊坠型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。现在蓝宝石大家都知道了，无烧的这种4卡拉以上都很贵的啊，这个很漂亮。然后我给大家特价优惠2000块钱，七千九这边可以吧？没错，也可以和我那对戒指，不过和那个戒指配搭也行，不过那个是白的，这是金色的啊。七千九，对，也很漂亮啊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哇，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旁边的 setting 啊，就梅老师每次见到他都会说，对，水灵灵，其实真的很漂亮。它的 design 就是很会设计，这样它就把整个的那个蓝宝石就是衬托出来了，然后呢，还价格还很亲民啊，就是想兑现我就得啊，给大家好的价格，其实2200。这个已经非常好了，我现在给大家1800元，再降四百。真的，你看，12克耶，这么大，对呀，真的很超值。对呀，对，这么重，是不是就卖金子都要这个？18K金啊，对呀，它是18K金的，所以说这个性价比其实很高了，1800。这么大颗星光，这星光其实很亮的，只不过这个光线比较亮，你看到实物就知道6条星线很明显的。嗯，1800很超值。对呀，18K金啊，你看我这也是18K金。你就买这个托就回来了，纯手工，纯手工。我就喜欢，其实如果你手上有大宝石的，你也可以把中间这个半宝下掉，然后换。这个也很有味道啊！我卖就卖茶金，对，卖个金戒而已。对，卖个托的钱，这么重，对吧？这多少啊？1900。哦呦，就是金戒的钱。对，而且你看这个纯手工啊，你会费多少金子啊？它是磨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对。纯手工，其实这些都很有味道的。嗯，又有味道，然后价格还便宜，就买个托。对对，你到时候将来有个大宝贝，往上一换 ，Oh my god！ 这托买起来，现在梅老师说了，托1900都买不到，对吧？买不到，18K金啊。通用手这么重的，对对对对。对啊，它要费多少料啊？来，我给几个799的好价，对，全部799，这个买个座子都买不到的了，799啊？对 ，Oh my god！ 14.3克，对 ，Topaz。那反正之前马上强调了，大家还是对性价比最喜欢最有兴趣的还是性价比，大家都是这样，都是对大宝贝呢要纠结一下，要心动。那这种的性价比呢就不用纠结了，就买个金子了，就当存着钱在这里就是了。没错，799，这材料布置，对，799都是799的啊，799。都是18K， 对，这个红宝石也799，这也有证书的，这个还有证书，还有这还有证书，光证书都100多了，全部799，哇，白富美啊也是够狠的了，对对，就是一想换货我就总要出一些亲民的嘛，对吧？对对，好宝贝，以长养长就是这个意思了，对，是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趁我抛货的时候，梅老师广东货一来我就得对对对抛。香港有很多朋友喜欢白富美的东西的啊，799，因为货真价实，然后性价比高嘛，对吧？对，哎呀，必须要性价比，这个要799的心疼，799。799，哇，你看这个，好了，我也就不计较了。对 ，Spaniel 尖晶石1卡拉，对呀，799，哇，咬咬牙，又有新的东西来了，也很重啊 ，OK， 6.61克，咬咬牙，反正就是很敏感的，稍微便宜一点，马上就有人抢了。那999，这1500的啊，随几不过。799，这不是799，这999啊，999啊，这个999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买来贵，这个弹上是很好看的，999，哎呀，这个就899，狠一狠啦，对呀啊。799，你看都不想了。这个很漂亮啦，哇，你这1500、1600的。799。My God。狠一狠呢，反正你又有一批新货来了，对对对，不谈了，那也799。对，799，799，哇，
这没话讲了，18K 799一卡拉98。对，主要是稍微便宜一点点，马上出来。对呀、啊，那这个350。350 ，Oh my god， 这是抢抢吧？嗯、对呀、啊。350真的马上抢了 ，OK， 因为不要去保持的光泽还是很闪烁的，对。是的，是的。好了。就这么多、嗯、好，那因为还有 part two， 对、okay? part two 啊，对，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订阅频道 Jerry Xun， 订阅频道 Jerry Xun。